他预备不再不跟我们收，就是不跟我们收的。对，所以你的意思是像你的 invoice 保险的话，就比如说那强迫已经现在是开始用的，已经全部保险。对，没错。好，如果我们来算的话，1900。好，假设这票预备。